陈赫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你伤害了我，还说不错不错。哎呦喂，何一天，怎么可能？我有两个男人，两个大男人。小心。呀，君君。所以谁才是王者？当然是来自埃及的刘淑芬。刘淑芬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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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公主。淑芬公主，我们现在去找何穗儿，好吗？何穗儿。穗儿。何穗儿。何穗儿。走吧，反正他们李晨都在他那儿，两个骑士，最厉害的男的和最厉害的女的都在他那儿。何穗，下来呀！何穗，来呀！何穗，他们好嚣张啊！何穗，下来吧！来呀，何穗！何穗，何穗，你过来，来，你把他撕了，然后他俩撕，我俩撕。你打算把我趴下送出去？送出去吗？是的。就送啊！送了，送就 OK 了。就送啊！送就。啊！君君。来吧，终于要斗牛了。你不能埋他的身边，你不能埋他的身边。你的胳膊怎么那么长啊？可是我很细啊，你可千万别把我弄折了。不会的，可是我胳膊好长啊。对，就是大概可以就是这样子。啊！把这块膏药摘走。不想让他们再累了啊！确实应该分出个胜负来了，确实应该分出个胜负来了。